欢迎来到中年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。迪丽热巴，一位女神，六套造型，异域风情。迪丽热巴的颜值魅力。迪丽热巴，一位来自新疆的美丽女演员，拥有着让无数粉丝痴迷的神颜。她的面孔充满了新疆异域风情，深邃的大眼睛和高挺的鼻梁，像是描绘出的东方美人图画。无论是长发飘飘的浪漫，还是背带裤下的休闲，热巴总能以她的造型诠释出独特的时尚感。她的美貌不仅在国内受到赞誉，更是在国际上获得了认可，成为诸多品牌争相合作的对象。迪丽热巴的多样化时尚造型。迪丽热巴的时尚感无疑是她吸引眼球的一大法宝。不论是街头风的背带裤，还是温文尔雅的连衣裙，热巴都能穿出自己的风格。尤其是她那一身牛仔套装，不仅展现了青春活力，更带有一丝率性的味道。而当他换上衬衫与吊带马甲的混搭，搭配休闲裤出现在公众面前时，那份随性与时尚并存的气息，总能成为年轻群体模仿的对象。在他身上，每一件衣物仿佛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，展现出时尚的无限可能。迪丽热巴的影视作品解读。迪丽热巴不仅有颜有型，更有扎实的演技作为支撑。自从出道以来，她参演的多部影视作品都获得了不俗的成绩。早期的《阿纳尔罕》让她崭露头角，展现了她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把握。而《克拉恋人》和《漂亮的李慧珍》则让她的演技得到更广泛的认可，塑造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。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，热巴饰演的凤九，情感细腻，形象生动，让人印象深刻。她的表现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心，也获得了业界的肯定，被提名为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。热巴在剧中的每一次变换都让人耳目一新，无论是娇艳的红衣还是清丽的白衣，都无法掩盖她熠熠生辉的演技。迪丽热巴的奖项与荣誉。在荣誉的殿堂里，迪丽热巴的身影同样闪耀。2018年，她在金鹰电视艺术节被授予金鹰女神的称号，这是对她在影视领域杰出贡献的认可。同年，热巴还凭借《漂亮的李慧珍》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最具人气女演员和观众喜爱的女演员两项大奖，成为最年轻的金鹰视后。这些荣誉不仅证明了她在演艺事业上的杰出成就，也展现了她在观众心中的特殊地位。粉丝心中的迪丽热巴神图。在粉丝的心中，迪丽热巴的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。从活泼可爱的日常街拍，到红毯上耀眼的礼服造型，再到剧作中经典的角色塑造，她的每一张照片都被粉丝称作神图。这些图片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，还被用作壁纸，承载着粉丝对热巴的喜爱和支持。迪丽热巴与粉丝之间的互动，也让她的人气不断攀升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顶流明星。时装周上的迪丽热巴风采。时尚界的迪丽热巴同样不容小觑。在最近的米兰时装周上，她以一身白色套装裙的优雅造型亮相，立刻成为了焦点。热巴的这身造型既展现了她的慵懒气质，
又不失灵动飘逸，完美体现了他对时尚的敏锐感和独特品味。在巴黎街头，他手捧鲜花的照片更是浪漫至极，展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。迪丽热巴的国民知名度。迪丽热巴的名字已经响彻中国的大街小巷。从他的早期作品到现在的热门剧集，他以多样化的角色和稳定的演技，逐渐在国民心中树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。被视为娱乐圈顶流的他，每一次的动态都能引发广泛关注，新剧的拍摄和亮相总是能引起讨论热潮，他所到之处，无不凝聚着观众的目光。新疆四美之一的迪丽热巴，在新疆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上，迪丽热巴被誉为新疆四美之一。她的美是从小便开始的，一张张儿时的照片记录了她从可爱小女孩到气质女性的转变。热巴的美不仅在于她的外在，更在于她不断努力和突破自我。从小美人坯子到如今的国际明星，她的成长轨迹让人钦佩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